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翔，今天又来讲我们最喜欢的丁丁系列。没错，我们最喜欢的是大丁丁了。观众大丁丁就在洞口旁边，谁受得了啊？你确定观众跟你一样喜欢？谁不喜欢大丁丁的说啊？啊？马上夹一只大丁丁回家。就要配上一个保险套，再加一个保险套。那个是保险套，那个是保险，我以为是香蕉。香蕉哪是香蕉？哎呀，保险套，保险套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好，保险套，快点，我要给他一个保护。哇，没有勾到，丁丁没有衣服穿了，很可怜。不行，丁丁一定要衣服穿了。那你就要夹三个保险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丁丁很多。是这样，哇，换钱，换钱，哟，还有，还有，我还有，小确幸，发现口袋里还有钱，对，还有没有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你该不会夹的比杜蕾斯还贵吧？不会吧？丁丁太大了，套不上去。夹到了，比杜蕾斯还贵的保险套。Sorry 啊，我的丁丁太大了，套不上去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给我一个赞，想持续看我的影片的话就按这边订阅我哦，这边是我的推荐影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